这个土去年子种的油菜，今年子种花生。这是什么？你农家肥，是吧？这是草木灰，不是说猪屎啊、鸡屎啊那些乱窜，这全是草木灰，知道吗？不是说这些灰啊、猪屎啊那些。当然活到弄发酵，生产点花生，或者吃点农家肥，什么不然把你们。你讲普通话嘛？哎，讲普通话它是字母了。这是青山菜，这个全是草木灰，这个是不管那个和农家肥。这个水是沼气里面的水啊，发酵的。那个东西这一条还铺面上。里面还有猪屎。还是铺面。然后把它。搞成土堆啊，完了种花生。这五号是经济，经济过得很不错。真的，一把锄头帮助你。看他就是要几把锄子噻。那二十号，那地方就可能很多地方没人弄过。这二十号把这东西就行。只要在那搞灰了，成板胶还拉得行。你看我都穿的下，我都穿的下水还。我都穿的下水还。我都穿的下水。这几天你这人见过，那人见过，你见过这个没嘛？哎呀，是。你活着吗？给慢点。这空。拿个桶过来，我四川农村，那原始农耕知道吗？草木灰，这气质的。